都没有，前面就是帝国大学，是不是？肯定是。哎呀。哦，好好好，对，帝国大学，远眺帝国大学。那边没谁。Empire， 今天的纽约音乐游，这里是 Macy。听说 Macy 啊，经不过这个时代的考验，很快要破产。还要破产了，是真的破产了吗？哎呀，这 Macy 什么那个 JCPenney 都算在于破产。对 ，JCPenney 就是，对对对，所以天时势造英雄，天时地利人和，还是这一句。什么时代有什么样的英雄产生？因为现在来到这个物联网的时代了，食物店子恐怕就很难守得住，都是时势造英雄，就是这样子。对，今天 Facebook 啊、亚马逊啊，嗰啲用这个疫情之下，就用这跳出来了。对对对，这个是 Empire State Building。好喜欢这个古老的建筑。这个几街呀？呢度上四街。啊，这里34街。Madison Square Garden 咯。嗯，哎 ，Madison Square Garden 哦 ，OK。今年年初我们还来看了一次 NBA 呢。对对对对。哇，今天的制作高应该是用高字吧，高品质，不是高开销的制作，又请了一个司机来开车。哎呦，这个司机也是那个了，是我们好声法拉盛网好声音的策划，就是他也想来看看这样子，对，看看纽约，就是心里很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纽约。高品质的制作 ，Madison Square Garden。最重要是今天的路线走得好。对，纽约的街真的很好，很直。FIT 啊。啊。FIT 啊，那个是时装。现在是到超市吗？超市也可以。No, FIT。哦 ，FIT。Fashion Institute 在那里，时装设计学校。时装设计学校。咁有名，我咩李文啊、Coco 啊，都喺读啊，王力宏啊，全部都喺度读过书。Whole Food Market， 如果有见到 Trady 州的话，停一停。如果有见到 Trady 州。边度 ？Trady 州啊，买嘢嘅organic， 因为有人想看 Trady 州，没有就算了。Whole Food 我知道 ，Whole Food 唔系 organic 嘅咩？风还是蛮大的。好，要4分几钟，就是不能超过5分钟。因为我现在借，我自己的手机内存已经存满了，我就借 Kenlu 的手机，然后超过5分钟就不能从微信里面转过来，所以我可能。我要换一部手机了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因为我东西太多了，就那个内存不足。